嫦娥四号设计的使用寿命是12个月，而嫦娥四号携带的月球车玉兔二号设计使用寿命只有3个月。对地球上的科研人员们来说，这个时间并不算长。费尽心血来到月球的背面，为什么不选择更长的探索周期呢？其实并不是不想，但月球环境的残酷，人类是无法体会的。月昼，月面温度能达到160摄氏度；月夜，温度则可骤降到-190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了300摄氏度。在极端寒冷和极端炎热交替的环境里，任何电子设备和机械部件的寿命都会受到影响。这辆由嫦娥四号带到月背的月球车是中国的第二辆月球车，玉兔二号。在中国的神话中，嫦娥仙子怀中的玉兔可爱而温顺，但作为月球车，玉兔二号必须强大而坚韧。玉兔二号不但要克服巨大温差的影响，复杂的月表环境对玉兔二号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玉兔二号的脚下不是坑就是坎，一步走错可能就无法动弹，那么所有探测任务也将终止。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必须要有很好的热控和太阳能源获取的条件，太热的话它还在工作的话就会把仪器烧死，太阳出来和15度我们才开始工作，要落山之前15度。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它3个月的设计使用寿命。截止到2023年的9月，玉兔二号已经在月背行驶超过1500米，向地球传回了超过1TB 的科学数据。这其中也包括丰富的月球地貌构造方面的信息，跟我们熟悉的地貌啊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落在了玄武岩覆盖的地区，但是它的这个物质成分不是玄武岩，这就是我们意外的地方，不是我们原来想当然的是玄武岩的物质。外面分析它实际上是一种来自于月球深部物质，甚至可能代表月幔的这样的物质。进一步的研究就发现这个东西是别地方抛过来的，它是个外来物，是从别的撞击坑里面挖掘和抛到这里面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为人类了解月球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人类每一次向未知探索，都期待获得新的发现。作为历史性的首次登陆月背的探测，嫦娥四号任务也吸引了来自全球科学家的关注。嫦娥四号也向全球敞开了怀抱。那有11家这个国外的这个单位吧，提交了这个大胆的一个需求。那最终呢，选出了3家这个国际合作单位啊，其中一家是包括，跟我合作的这个瑞典空间物理所。这是一个让研究者们携手合作的大好机会。在月背之上，会隐藏着怎样的机遇？
你可能不知道，月背是科学家们梦想已久的天文观测点。1609年，伽利略制造出了人类第一台光学天文望远镜，但伽利略应该不会想到，几百年间望远镜可以变成现在的样子。FAST， 世界上最大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面口径500米的望远镜被称为中国天眼，面积大约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射电望远镜被誉为宇宙之眼，用以观测宇宙中的天体、星系以及其他现象。不同于传统的光学望远镜，射电望远镜使用无线电波，可以穿透云层，突破大气层的限制，捕捉更多宇宙深处的信息。FAST 建设在一块天然的洼地中，地形与望远镜的天然匹配让建设减少了很多麻烦。不过选择在这里建设很重要的原因是躲避电磁干扰。1994年，中国决定建设这台望远镜，选址工作就用去超过10年时间。这里群山环抱，人口稀少，电磁干扰可以降低到很低的水平。更低的电磁干扰可以让天文学家获得更纯净的信号。自从1937年射电望远镜研制成功以后，射电天文学界就一直有一个困扰，在低频射电信号的观测上有一个似乎是无法回避的难题。3到30赫兹这个频段被称为甚低频宇宙射电信号，这些信号携带着重要的宇宙信息，但由于地球大气电离层隔绝作用，地面上几乎观测不到。这个频段是蕴含着很多宇宙起源、宇宙暗黑时代的这些信息。那么通过在这个频段的观测呢，通过这个频段观测数据的分析呢，很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些我们更加久远的这个宇宙这个起源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为了更纯净的信号，射电天文学家们把目光投向月球。那么在月球上就一定能观测到更纯净的信号吗？但这些还只是推断，人类的思维没有边界，推断和猜想也可以天马行空，但科学需要实证。之所以要去月球背面，实际上最重要的这个科学目标就是要去做低频的射电观测，利用月球本体良好的这个。中国传统历法中的月份以一次满月周期来标记，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诗词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凡事总有圆满和遗憾，高潮和低谷，人类的探月历程也不例外。1959年到1976年，人类经历了第一次探月高潮。将近20年间，苏联和美国一共成功发射了上百次探测器探索月球。1966年，人类的探测器第一次在月面软着陆。1969年，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表面。当人类登上月球之后，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土。毫无生机。不过不要失望，在科学家眼里，土很重要。过去人类的很多次登月任务中都要将月壤带回地球，取回月壤曾经是人类第一次月球探索高潮的标志性成就。上世纪60、70年代，
美苏两国都在月球上进行了月球。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答案。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类探测器终于再次来到月球轨道。1998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了克莱门汀号的月球测绘数据。这艘探测器在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发现了可能存在水冰的证据。这一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太空探索机构的重视，这意味着人类在月球建设基地的可能性大增，重返月球开始变成行动。第二次探月高潮开启，全球主要航天机构都宣布了自己的探月计划。21世纪初，美国航空航天局提出了重返月球的星座计划，研制猎户座号载人飞船、牵牛星号月球着陆器以及新型火箭，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重返月球。俄罗斯全力发展奥廖尔飞船，计划2029年进行环月实验。新的面孔也在不断加入这场新世纪的太空探索之旅。2003年，印度航天研究组织宣布了月船计划。同年，欧洲航天局的首颗月球探测器 Smart One 发射升空，并在一年后抵达月球上空。日本的新一代探测任务辉夜姬号在21世纪初也进入加速研制阶段。作为世界主要航天国家的中国，一项宏大计划也在稳步推进。2000年11月，在第二次全球探月高潮呼声渐高之时，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第一次发布。关于月球，白皮书里只有一句话：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这是一次低调的预告，